大老师，我说啥来着？你就先把口播给播了。行。一片黑面，一片黑水，一片黑面膜等于一。你就别紧张啊，别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是冠名商紧张。有什么新的剧或者是歌曲？最近发了一个就是合作的一个 Q 跟 QQ 炫舞合作的一首歌，叫那个叫什么歌我忘了。没错，给大家卖一个关子。然后已经出了，我忘了什么叫名字了。然后十二月份我也会进。最近有没有 get 什么新技能？最近也有在滑滑板，学习滑板技巧。和谁学习的滑板技巧？最近呢，在录一个滑板的综艺节目，叫《极限挑战》，我也学习到了很多滑板的技巧。不是《极限青春》，极限青春啊。小芒果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锦西彤。今年几岁了？今年六岁了。嗯。你让一博去采访小朋友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大名叫张轩瑞，小名叫好好，我今年六岁了。好好好好，你呢？我小名叫尚尚，大名叫陈玉林。今年几岁了？五岁。嗯。